我们先聊是梦幻家园。梦幻家园。看完了之后，你要再收回去，再收回去啊！我这个不管，这是我的。谢谢，王磊进。每个人花一秒钟，把你们买的票、都有的照片拍了给你们。现在两点半、三点半，刚好先。哎，三点二十已经演吗？没有啊，在哪里啊？青砖伴我骑，白马。梦幻赢了哦，就是这里啊。包含在景区门票演出即将开始，包含在景区门票演出即将开始，有中国国粹文化川剧电影，有少林足曙光。总监。表演地点在梦幻。这有人的头遮住你了。不会，我这个。请抓紧。贵宾不能坐吗？Kita tengok sekejap saja sebab nanti luar gelap. Sebab ini Sichuan tu tak kongfu lah. Bukan. Kita染红旗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。水呀。
这是出口来的，嗯，这样很小不了啊。对啊，没有，它是不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先去第一个出口。哦，我们在哪里集合？在 hotel 门口。